上齐思平，我们接着讲身体的部分。身体的部分也是环形七针，第一圈我们起一个六个短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第二圈就是每一个针目加一针，那就是十二针。勾完第二圈十二针。第三圈十八针，就是隔一针加一针，我们在第一针的位置先加出一针。接着一个短针，一加针，好，勾完这一圈十八针。第四圈二十四针，就是隔两针加一针，我们首先是先在引拔针的位置勾出一个短针，在第二针的位置加针，这一圈我们是错开加针的。然后接着一二，在第三针的位置加一针，我们接着就这样数一二，第三的位置加针，二十四针。第四圈，第五圈是三十针，我们在第一针的位置加一针，接着数一二三四，四针加出一针，然后就接着数一二三，第四针加针，一共是六组三十针。第六圈是三十三针，那么我们就需要加三针。我们先在第一针的位置加一针，接着数九个短针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在第十针的位置加出一针，重复三次，就是三十三针。接着勾五圈的不加不减，那么就是到了十一圈，我接着十二圈再讲。勾完前面的，我们数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十二圈是三十针，我们要减掉三针的，那是在第一针的位置先减掉一针，接着数九个短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在第十跟十一的位置减掉一针，重复三次，减掉三针，三十针。十三圈是二十七针，那么也是要减掉三针的。那我们先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六先减掉一针，接着勾八个短针，在九十的位置减，
重复三次，这边最后的剩四针，那加起来就是八针嘛，就是减掉三针，二十七针。接着第十四圈勾一圈不加不减二十七针，好，勾完这一圈。接着十五圈，十五圈也是要减掉三针的，是二十四针。那么我们在第一针的位置先减掉一针，接着数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在八九的位置减掉一针。重复这样减掉三针，二十四针。接着勾十六圈的不加不减二十四针，勾完这一圈。十七圈是二十针，那么我就是要减掉四针了，先勾个两个短针，在三四的位置减掉一针，接着数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再减掉一针，这是错开减针的，实际上是四针减一针，接着减掉四针，二十针。接着勾十八圈，不加不减二十针。好，勾完这一圈。十九圈十六针，那也是要减掉四针的，我们现在第一针的位置减掉一针，接着数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的位置减掉一针，接着也是这样数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减针，那就是十六针。接着勾二十圈的不加不减十六针，我已经勾好了，就直接断线，留长一点线，我们这里是要缝合的。勾好身体，我们放好填充棉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视频接着讲尾巴的后面部分。